Ladies and gentlemen, brothers and sisters, and good friends, welcome to the Coven. Throughout the centuries, we've been waiting, and now it is time to begin. Thank you.
毕业季，对，就是非常开心，但也有点难过，对吧、啊？今天没有没有，不会，不要叫我哭，我后面再哭。然后，今天就是只有我们两个人这样，因为不管怎么样，我都一定想要来参加。那我们待会呢会有带来两首原创曲。第一首呢是我们的咒印女王。对，那我们咒印女王部分，我们等下会喊四个魔法，是蒙金的莲花我爱你，大家请跟着我们一起喊一次。对，我们会先喊，然后你们再喊一次。那然后还有琉璃树的部分，我们前面会移动，可以跟着我们一起移动。可以跟着我们一起移动，没错没错，可以吗？好，好、那接下来哦，对，我们琉璃书最后的练口哨的部分呢，就不用喊我们，我们今天都喊莲花，好不好？ Okay, 好，可以吗？好，谢谢各位。灯它熄灭烛光
们原唱曲的发表。接下来呢，有一首女仆歌是